朵姐45岁喽，生日快乐！希望你跟那个谁、那个谁、那个谁永远爱河，那个。OK， 好，你大家知道是谁吗？今年呢，我们有收到皇后陛下有送你一个非常特别的嘻哈的蛋糕，然后我今年已经认识这么久了，是不是要送你一个大张国的后援会的会长？这是我们很私密的一个礼物，然后也是只有他跟我知道为什么，所以Anyway， 然后反正就祝你生日快乐。然后我想要认识朱碧石，我希望下一次我可以帮他录生日的庆祝 ID。然后生日快乐，我大丘比，我没得高，是不是？